湾仔海滨活动空间将会成为香港大型节目新地标的场地之一，而于即日起至到七月中旬，那里更加会举行投炮项目迷趣海滨，以五大迷宫为主题，为置身于迷宫内的游人带来别开生面的沉溺式玩乐体验。迷趣海滨五大迷宫包括有以公园为主题的迷池，以镜面为结构的镜院，以竹为元素的迷走竹林，以灯光变化组成的光盒子，以及为好动小朋友而设的跃动迷城。迷时等人在身处在高墙林立之内，在错综复杂的石屎森林之中逃出迷宫的关键就是找到光，引领进入时间隧道，在当下穿越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，探索新的宇宙，见证着科技的进步。镜院将几十块的镜子组成迷宫，制造奇幻的空间，踏入这个迷宫就可以见到自己的影像在无数的镜像中折射，同时还可以欣赏到香港很漂亮很漂的天空，带来千变万化的视觉体验。迷走竹林活用了天然材料，凸显了港式的建筑美学，迷宫以竹板的排列形成了不同的方向，增加逃出迷宫的难度。迷宫内还设有了竹天梯，不单止可以欣赏到香港壮丽的天际线景色，还可以令人近距离地观赏到高处的光雕塑。光盒子就透过运用动态和色彩斑斓的灯光效果，组成充满迷幻的氛围，初段给人眼花缭乱的感觉，最后就回归基本的核心，表达家是心之所在。跃动迷宫是任跑任跳鲜艳夺目的弹床迷宫，带来了充满刺激的冒险之旅，各种障碍物、隐藏通道等的挑战元素增加了游戏的挑战性和趣味性。在弹床迷宫那里玩乐跳跃，和亲子一起打卡，亦可以让小朋友在这里尽情放电。请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个钟仔啊。